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我想一个什么口味的？你的推荐是什么？我们推荐的是玉米起司蛋。那玉米起司蛋就好。玉米起司蛋。好。要热吧哈。热的话有培根跟火腿。培根。培根。好。因为我们现在新口味玉米起司蛋很多人。我去年来过，然后去年来过啊，我是日本人。你们日本，因为我在想起司蛋太多了啊，日本杂志特别帮我们介绍。对啊，我也是那个 YouTube 的那个人啊，可以拍上传吗？可以上传。谢谢。干嘛呀？要不要？没错啊，要。好，另外一个，好，看起来好像好。另外一个，要不要？蒜要不要？